二叔，我想啊，在这园子里多种些果树，种些桃树啊、李树什么的，到明年呢，说不定就能结几个果了。对了，还能栽上点花，栽点牡丹花啊、芍药花啊，在那儿，在这儿，就会大变样了。您看，就在这儿、那儿，还有这儿。二叔可大好了。大好了，我倒听说你辛苦了好几天啊。辛苦是应该的，叔叔好了，就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呀。姐姐才刚宝玉让我给林姑娘送茶叶，林姑娘顺手抓了两把钱给我，你替我收着。哎，走吧。姐姐，我看你瘦多了，依我说，回去瞧瞧吧。回家住两天也好。好的，回家做什么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林姑娘常吃药。我去给你要点来。胡说，药也是混吃的。那，你这些天又懒得吃，又懒得喝的，那怎么行？怕什么？还不如早些死了，倒干净。看你，好好的，怎么说这话呀？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？哦，宝玉病了这些日子，跟着的人都赏了，怎么你就不算在里头呢？我心里也替你不服。这也犯不着气。俗话说得好，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谁能守谁一辈子呢？不过三年五载，个人干个人的去了，那时谁还管得了谁呀？坠儿啊，方才给我的钱好像数不对，一会儿来一下。哎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坠儿。到宝书房里几年了？刚一年。宝书房里有几个女孩子？我也说不清，总有二十来个吧。哎，刚才过去的可是叫小红？是，她是叫小红。你问她做什么呀？哦，不做什么，随便问问。我听说她丢了一块手帕。对，她问过我好几遍了，说要是替她找着了，她还要谢我呢。哦，我倒是捡到一块。好二爷，你去捡着了就给我吧，我看他拿什么谢我。好的，不过要是得了谢钱，可不能瞒着我呀。嗯。Thank you.
你来。干什么？你坐这儿。坐这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你看看这手帕子，果然是你丢的那块，你就拿着。要不是啊，我就还给云二爷去。哎呀，可不正是我那块吗？快拿来给我。那你拿什么来谢我呀？难道白给你寻来了？我既然许了你，自然不哄你。还有捡帕子的那个袁二爷呢，你就不拿什么谢谢他了？哎呀，你快别胡说了，他是个爷们家，捡了咱们的东西当然应该还的，你让我拿什么谢他呀？你要是不谢他，叫我怎么回他呀？他再三再四地和我说了，要是没有谢的，不许我给你呢。你要是告诉别人呢？你起个誓。我要是告诉一个人，就让我舌头上长个钉，日后不得好死。那，哎呀，会不会有人在外面听我们说话？咱们把格子都打开吧。快！啊，平儿，我看你往哪儿藏？好啊。你们把林姑娘藏到哪儿了？没见林姑娘来呀。哎，才我看见她蹲在那儿弄水，朝东一绕就不见了。别是藏在亭子里了吧？哦，一定是又跑进山洞里去了。踩上蛇，咬她一口就好了。了不得了。林姑娘一定听去了，这可怎么好呢？就是听了，管谁心疼，个人干个人的就完了。宝姑娘听了倒罢了，林姑娘心细，哎，可不，她听了怎么办呢？你是哪个房里的？宝二爷房里的。你到我们家去一趟，告诉你平姐姐，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底下放着一卷银子，那是160两给修匠的工钱，等张才家的来了当面称给他。再有里头床里面有个小荷包，你给我拿来。哎，院子里头花也不浇，巧也不喂，茶炉子也不烧，就知道在外头逛。宝二爷说了，今天不用浇花，请过一天浇一回。你别理他，宝贝巧的时候姐姐们还睡呢。那茶炉子呢？茶炉子今天不该我当班，你看是不是？茶茶我说什么来着？别问我，听见他的嘴儿，别说了，让他逛去。哎，你们问问我逛了没有？二奶奶才唤我传话取东西呢。怪不呢。原来是攀高枝去了，新的连名姓都忘了。有本事你今儿就出了这园子，长长远远地攀在高枝上，我才佩服呢。哎呀，怪闷的，出来散散心。哦，再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个享不了福的命。你呀，哎呀，来，
茶吧。嗯，你也喝呀。嗯，这味儿还挺好的。嗯，二奶奶。嗯，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她就把银子称给张才家的拿去了。啊，平姐姐让我回奶奶，旺儿进来讨奶奶的事下好往那家子去，平姐姐就按奶奶的主意打发她去了。她怎么说的？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的奶奶好，原是我们二爷没在家，虽然迟了两天，只管请奶奶放心，等吴奶奶好些了，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。吴奶奶前儿打发人来说舅奶奶捎信来了，问奶奶好，还要问这里的奶奶寻两丸延年神液万全丹，若有了，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了去。嗯，哎呦呦，这丫头好麻利的嘴呀、啊、什么爷爷奶奶一大堆我可听不懂。怨不得你不懂，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。好孩子，难为你说的齐全，不像他们一说话就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。哟，难道都像你这个破了户才好。你明儿服侍我去吧，我认你做女儿，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。嗯，你笑什么？你说我年轻就做你妈了？我不是笑这个，我是笑奶奶认错了辈数，我妈妈才是您的女儿呢。谁是你妈？你不认得她，她就是林之孝的女儿，叫小红啊。哦，原来是林之孝的女儿。嗨，他们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来的，一个天龙一个地哑，没成想竟养出这么个伶俐的丫头来。你愿不愿意跟我呀？啊，愿不愿意我也说不好，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学眉眼高低出入上下的，大事小情也有个见识。嗯，二奶奶。太太打发我请您过去一下。啊，走吧。嗯，你先回去吧，明儿我跟宝玉说换了你来。嗯，走吧。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呢？妹妹睡觉呢，二爷等醒了您再来。谁睡觉呢？子君，姑娘醒了。人家睡觉，你进来干嘛？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没说什么呀。我都听见了。二爷，把你们的好茶来一碗，我尝尝。嗯，我们这里啊没有好茶，要好的只好等袭人来了。别理他，先去舀水给我洗脸。他是客，自然要先给他倒茶了。嘿，好丫头，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，怎舍得你叠被铺床啊？二哥哥，哦，你说什么？我什么也没说呀。如今心性的，在外面听了寸话，也拿我来取笑；看了混账书，也说给我听。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。妹妹，好妹妹，我一时该死。你千万别告诉去啊！我要再敢说，让我嘴上长个钉，把舌头烂掉。好妹妹，哎，二爷，快，老爷叫你呢，快回去换衣服。哎，哎，快走啊！去晚了，老爷该生气了啊！快走。
快走吧，二爷，快，老爷在等着你呢。父亲叫我是为什么呀？横竖是要见的，到那儿你就知道了。父亲叫我是为什么呀？快进去吧，快点，二爷。哎，哈哈，要不是说姨父叫你，你哪能出来的那么快呀？啊？二爷别怪我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别难为这小子，是我逼着他去的。你哄我也罢了，怎么说是我父亲找我呢？我找阴阳评理去。哎，好兄弟，我原想叫你快些出来，就忘了忌讳了。改名你也哄我父亲就罢了嘛。起来吧，要不是也不敢惊动您呀。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是我的生日，谁知古董行的陈日兴不知从哪弄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的粉翠鲜藕，这么大的西瓜，这么长的一尾新鲜鲟鱼，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鹿板香薰的鲜珠。在这儿，子君，哎，哎，姑娘，你看宝玉方才走的时候，听说老爷找他，吓坏了，出门的时候腿都有点抖。舅舅叫他，又有什么事儿呢？两个冤家到南丢下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哎，吃啊吃啊吃，想着你来有话几句。吃吃。他。哎，给你酒。哎，吃啊，吃这鲜猪。哎，宝玉自己动手啊。姑娘，这有风，进屋去吧。你到怡红院看看宝玉回来没有。我发一个心令，要说出悲愁喜乐四个字，还要说出女儿来，还要说出这四个字的缘故来。哎，我不来啊，我不来啊，别算我，这不是捉弄我。怕什么呀？错了不就罚几杯，哪里就醉死了？你一乱令，先罚石大海，下去让你斟酒。妙，哎，妙。女儿悲，青春已大守空闺；女儿愁，悔教夫婿逆封侯；女儿喜，对镜晨妆颜色美；女儿乐，秋千架上春山薄。他说的我全都不懂，怎么不该罚呀？悄悄想你的去吧，一会儿说不出来，真该罚你了。快唱。地不尽，相思血泪。桃红刀开不满，春柳春花满花楼。
窗，风雨黄昏后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，咽不下雨里青春野蛮后。该你了啊，该你了，该我了。哎，吃吃吃吃。女儿悲，哎，丈夫一去不回归。女儿愁，无钱去打桂花油。来，吃吃吃。女儿喜，灯花并头结双蕊。好。女儿乐，夫唱妇随。真和和好，可惜你天生成白眉娇。坠儿，你快到老爷书房去看看，宝二爷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快去！潘，该你了。哎，说，对，该你了。我，潘，该你了。哎。我说了啊。女儿悲，悲什么？说，快说。女儿悲，嫁个男人像乌龟。哎，你们笑什么？一个女人嫁了个汉子要当王八，她怎么能不伤心呢？说呀，说呀，快说。哎，女儿愁。愁？怎么愁啊？愁。绣房里钻出个大马猴。哎，去解个手。你们贵班中有一个驰名天下叫奇观的，你可认得？就是我的小名儿。哦，有幸有幸，久仰久仰，今日才有缘相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岂敢岂敢。威武不堪，略表今日之友谊。谢谢，无功受禄，何以敢当？哎，啊，这是欠仙国女王进贡的物品，
夏天记着肌肤生香，不生汗渍。昨日北静王送给我的，今日聊表我点亲热之意。哎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呆棒棒要唱曲儿了。哦，走走走，唱，唱，快唱。哎，好。一个蚊子横啊横啊横啊，凭着就是了嘛。两个苍蝇嗡啊嗡啊嗡，哎，你们笑什么？你们爱听这叫新鲜曲，叫哼哼乐。哎，你们不爱听啊，我还不唱了呢。哎呀，回来了。哎，慢点儿，还以为老爷叫你去了呢。嗯，人家牵肠挂肚的等着你，你倒乐去了，也不打发人来送个信儿。我本来要说的，一喝了酒就给忘了。宝兄弟，骗了我们家的东西了。嗯，姐姐家的东西自然是骗了我们了。昨儿哥哥特地请我吃，我没吃，叫他留着送人。我知道我命小福薄，不配吃那些好东西。你不进去伺候，还在这儿戳着干什么？我已经放他们三个在那儿了。小蹄子，你等着我。宝兄弟，你告诉我，我好快点走啊。有事没事跑来坐着，害得我们半夜三更也睡不了觉。开门。都睡下了，明儿再来吧。是我，还不开门吗？凭你是谁？宝二爷吩咐了，一律不许放人进来。宝兄弟，以后酒要少喝。哎，谢谢姐姐。走吧。姑娘走好。宝姐姐没事过来走走。我还有几样活要麻烦姑娘呢，请回吧。走好。姑娘走好。扇坠呢？嗯，在马上丢了。哎，我那条松花汗巾子呢？陪你这个吧。你
我就知道你又干那些事儿去了，也不该拿我的东西给人，也亏你心里也没个算计。年360日，风刀双剑，严相逼，明媚鲜艳，能几时？能几时？Thank you.
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夜里湿到都不知道，你瞧这是什么？啊？今儿是芒种节，姐妹们在园子里祭花送神呢，我去了啊。
这个黑心。